报告。虎子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，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去，把老张给我叫来，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团长由他代理。是。团长，这么急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去扬州。啊？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最烦等人了。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？坐那儿。你不知道，咱们是在敌占区，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，着什么急呀？耐心等着。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？你是？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，刚刚下汽车。哦，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，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。但是他说，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，可以给他打电话。那我能接个电话吗？进来吧。不是说是个男的吗？怎么是个女的？请坐。啊，这位小姐，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？我叫尤丽丽，是刘先生的外甥女。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，不敢随便出来，所以让我过来。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，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，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们看不起女人？嗨，那倒不是，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。我出卖你们的话，我会蠢到在这儿等死吗？撤，把他带走。走。Thank you.
我们抱住他，走。这位同志是？她是柳先生的外甥女。啊，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。好，我马上去通知。快快！不好，被包围了。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吧？有，后边，跟我走。走。站住！都别动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，但如果你们逼我，我也不得已这么做。如果你们够聪明，就把枪扔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别动！哟，都在呢，这下好啊，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，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。老崔，这回干得漂亮，回去给你升官两级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。还举着枪干嘛呀？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。缴枪。带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先走了。